警方掌握线索，前往嫌犯藏匿地点，破门攻坚。夫妻俩措手不及，当场乖乖就范，现场起出了不法赃款300多万。警方调查，38岁黄姓主嫌和太太以及其他3名共犯，利用30多个人头，分别在11家保险公司投保旅游平安险以及宠物险，在上网搜寻各种宠物的受伤照片，伪造诊断证明，向保险公司诈领保险金，初步估计诈领金额40多万。破伤或无法查证的意外，那并且开立固定诊所的诊断证明书来申请理赔。主嫌黄姓男子原来还曾经是北部连锁火锅店负责人，火锅主打和牛、龙虾、帝王蟹、高档锅物。负责人2016年吸金4000多万，遭法院裁定羁押。去年1月羁押到期，获释后却仍然蒸发，遭检方发布通缉。没想到跑路1年，诈保又落网，火锅大亨羁押禁见。记者林嘉欣、吴鹏新台中报道。